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昌王啊。嗱，今集咧就好短嘅啫，因为咧大家之前我喺 Facebook 嗰度，其实或者喺 Handy 嘅 Forum 嗰度咧，其实都通知咗大家噶啦。MPS 石墨烯咧最新嘅数码线啦，同埋风老线咧，其实就啱啱就已经推出咗噶啦。咁而我哋作為香港最忠實嘅 fans 咧 ，Hi Andy 嘅網友咧，咁當然有一個團購嘅優惠啦。咁大家咧一路睇個價錢表咧，一路去睇下究竟你想買幾多條啦。咁好啦，一貫咧，其實我哋香港嘅 Hi Andy 團購咧 ，MPS 咧，其實大致上大約都係低至四五折咁上下啦。比淘寶嗰個價，咁其實佢而家呢一扎嘅數碼線咧，同埋嗰個風腦線咧，其實喺淘寶嗰度已經上咗架噶啦。或者之前咧，你哋有睇開淘寶嘅話咧，其實都可能都會彈咗出嚟俾你睇到嘅。嗱，咁簡單啲講啦，佢嘅同軸線同埋 AES 咧係同一個價錢嘅。咁而喺一米嘅話咧，就會係千二蚊啦個團購價。咁跟住咧。就會係1.5就係1400啦，跟住1600啦、1800啦，同埋三 bit 嘅話咧就會係2000蚊嘅。咁而 USB 咧個價錢咧就更加平嘅添。咁個 USB 咧一 bit 咧就只需要900蚊嘅啫，1000蚊都唔使啊，真係。咁啊，跟住咧 bit 半咧就係1100蚊啦，跟住1300蚊啦、1500蚊啦，同埋1700蚊嘅。咁而最受歡迎咧，我相信就係 LAN 線啦，因為 LAN 線咧，大家應該都一用就用幾條噶啦。嗱，咁而 LAN 線嗰個團購價咧，一 bit 咧就會係1200啦，跟住1400啦，係啦 ，bit 半就係1400啦，跟住兩 bit 就係1600啦，跟住1800同埋2000蚊嘅。咁每一個爭0.5咧，都係爭200蚊嘅啫。咁而風腦線咧，佢就會分開兩款嘅，一款就係 RCA 啦，一款就係顛插啦咁樣。咁啊，放翻唔同嘅唱臂啦。咁而個顛插同埋個 RCA 咧係同價嘅，大家見到嚇。咁雖然咧佢嘅淘寶咧係唔同價，咁但係咧都爭好少嘅啫。咁所以咧香港嘅團購價咧都會係劃一番。總之風腦線咧1.2米就係1000蚊。咁如果你去到2米嘅話咧，都係1400蚊嘅啫。咁好啦，咁睇完佢嗰個價錢表啦，咁我哋咧不如咧就講埋佢一個賣點先啦。咁佢今次嘅 USB 咧個插頭咧就係用咗黃銅道24K 金嘅，咁而入邊咧兩芯信號再加屏蔽啦，跟住咧兩芯嘅電源再加屏蔽啦，咁而外層咧就更加加厚咗嗰個鋁箔啦，同埋嗰個高密度嘅銅網啦，咁嗰個屏蔽率咧基本上接近100% 嘅啦。咁至於個焊寫方面咧，咁啊成個嘅石墨烯呢一個系列咧，其實都係用咗德國進口嘅10% 含銀嘅無鉛焊寫嘅。啊，咁至於個同軸或者 AES 嗰方面咧，插頭咧就係用咗 MPS 最高規嘅 Pioneer 紫銅道路嘅插頭嘅。咁至於個線芯方面咧，就係用咗多支嘅單芯石墨烯單晶銅，咁啊總平方數咧係高達1.2mm 嘅。咁外層咧就覆蓋咗導電嘅石墨，再加埋厚鋁箔啦，再加埋超高密度嘅銅網啦，去做個屏蔽嘅。咁至於個 LAN 線方面咧，咁係參照翻 Cat8 嘅標準咧去做嘅。咁至於個 LAN 線方面咧，就係用咗 Cat8 標準嘅導24K 金嘅插頭嘅。咁而入面咧嘅線芯咧，就分別就係四組線啦。咁每組線兩條啦，咁每條就係22 gauge 嘅。啊，咁全部都係獨立屏蔽嘅啦，用鋁箔去做屏蔽嘅。咁而外層咧就再加埋一個厚好密嘅銅網啦，去做個屏蔽嘅。好啦，咁最後啦，講埋個唱臂線啦。咁個唱臂線咧就係用咗最高規嘅 Pioneer 紫銅道路嘅插頭啦。咁至於個底線嗰個插頭咧，就用咗純銅道24K 金嘅。咁而個顛頭咧就用咗個紫銅嘅24K 導金啦。咁啊，再加埋個鋁合金嘅外殼啦，咁啊屏蔽咧亦都係做得更加好嘅。
諗好啦，而家個台面咧就有條同軸線喺度啦，跟住有條封路線喺度啦，咁樣。咁其實咧，其他線咧我都已經係插曬落個套機度噶啦。諗至於音效方面咧，其實除咗係話保留翻石墨烯嗰個優點之外咧，咁佢喺今次嘅數碼線方面咧，佢係另外再調聲咧。是令到啲聲音更加幼細之餘咧，係更加無燃味，係更加重嘅。即係咧，佢個密度咧係再高啲，密度高之餘咧，個分析力仲要高嘅。嗱，換言之咧，其實今次呢一個嘅石墨烯嘅數碼線咧，喺嗰個結構上啦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個結構上咧係做得十分之好之餘咧，喺佢嗰個規格上啦。亦都係一定係搣到嗰個 standard 嘅，因為始終 MPS 咁大間廠。咁再加上咧，今次嗰個團購價咧都係千零蚊一條。喂，大佬，你唔買翻幾條開門口啊？咁快啲打俾我啦喎！